Hello，大家好。就是前几天呢，我这个密游 C335行车记录器这个支架坏掉了。哦，主要是这个在扳小扳手，在控制这个吸盘这个小扳手，它断掉了。那本来我想说去买一个快杆来粘一下哦，但是这个连接面蛮小的，我想应该是粘不住啊。所以我就上虾皮找了一下，哦，有在卖这种副厂的一个支架。哦，一个蛮便宜，才100多块而已。那回来应该就直接装上去就可以用了。哦，那应该是还 OK 啦。那这个提供大家参考了，就不用在那边粘来粘去了，也粘不住。OK，那先这样子喽，拜拜。